出的时候一定是手领轴，轴领尖，不要把这个轴先出去啊，这一点也不行。说出的时候，你看出的时候现在转的这个手先走，再走轴到尖，到了尖以后，这个气下来以后松尖，把这个尖门松下来，它自然一松，有这个轴它自己坠子啊，它有个弧线的上下来，不要上按啊，坠下来，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松肩坠肘啊，身子上一塌，这个手上边粘啊，走这个东西啊，就不要搞这个啊，一定是回来的时候这个手一定是坠下来啊，不要这个转的糊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不行的啊，这个东西和那个什么部队打仗一样，这是尖兵大部队，这是后勤，要回来的时候不能说啊扭头就搞回来，是吧？后勤车、大部队车、尖兵队，他这样有什么好事呢？这样他来的时候以后他不会啊这样子搁起来，他这一个碰劲，他一碰这个一晃，他是那个头上哪去？他一旦要上这来以后，就是还一个事儿，这个手啊，咱们这个胳膊哈。上边画正圈的时候上边开啊，这是弓转，记住哈，这是弓转，这个手走这个里边前，这是直转啊，弓转正圈的时候弓转开，直转又合啊，回来你看弓转合手，弓转手啊，直转开，它走外圈，记住这个事儿啊，不要什么上来开的时候啊，把头抬起来了，不要这个呀啊，一定先手领轴的时候，这个弓转说明这个胳膊上来走离心的时候，但是身子人走离心的时候，这个手一定要走啊向心，也是走合劲，回来的时候推开了，回来的时候不能这个回来，记住一定说他回来这个手要开出去，他这个他有个空劲儿啊，记住咱这个例子就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开中有合，合中有分啊，怎么个合法，这弓转合推开来爬进来了，使劲推上，咱不要上面顶，怎么办呢？你这个直转弓转合了，你直转开开就行了啊，把这个直转开一下子，他一看他就看就可以了啊，大家伙注意，一定把这个圈和这个圈练圈的时候起来，你看他开他合，他收他放啊，没有这方样的啊，咋说的是吧，就是开始的先他俩是个斜的45度啊，再收的时候呢弓转收自转开着，上边开的时候呢弓转开自转合，一定把这个规矩啊，这个东西就慢慢练一个动作啊，慢慢的练把它配合好，咱们这个拳所谓的这个拳法啊，螺旋拳刺劲儿它好比旁的劲儿，就是说手中有方，也就是说我方的时候我可以打，是吧，我就是说打的时候我手，它是两个东西啊，比胖的拳啊要从这个啊，两个人着劲的话比胖的拳啊比较犹豫啊，有的时候推开来了，你推开来手推开去的手指了，是吧，养成个习惯，他一推他把手上这个肘上上沉啊，转腰他就行了，他这个就是胳膊来的啊，不要上后抽，一抽他这也可以打中，也可以掀，是吧，说是一个人下来，下来以后转了腰啊，他这个整个的就啊，我们很得势了，是吧，说是这个事说起来很复杂，做起来很复杂，十年的理就是这么一个理，你别管想什么办法啊，你解决啊，这是还有一个事儿，你解决个么，你解决这是人，别管拿你好推你好啊，你自己这个劲上上边去，看吧，要沉下来上下去啊，推开来啊，不能这么顶
那怎么办呢？你自己上下闸，上下闸，这个上头你焊着送你，他不让你，他不让你开的时候，他不让你喝那个喝，怎么办呢？这里头挤着一阵多喝点，这里开，啊，这里开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推开来，对，这个劲儿很大，你要上顶，心的劲儿大，很喝大光，怎么办呢？这样的割了以后，我这个手上面开，啊，手上面开的时候，我就走进去，你看，啊。要下来，我这个手，他这腿，我这个手要下来，我这个手就走外圈。啊，一定把这个东西做好了。啊，你做好了以后啊，比磨都快。看着他这来，你看，他这个手在哪呢？一割了以后，再拿这个手，再这里就拿了。啊，他这一个叉子。啊。大伙看见了吧？没看见。看着我的手，感谢，不是这样感谢的。这样感谢他就把你手打坏了。怎么感谢呢？身子转，手上下走，身子转的，一转，你看吧，脚都变了。看我这个地方和他这个手，看这的。这个长发在这儿，你看。正好打针，打针，打针。我说你别管他怎么办，有句话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千变万变，你什么念什么别管，你都按你的规矩走。他拧拧拧吧，一拧你别给他撑，一撑，肩膀上去一撑一下的。啊，你这手上面一走，他们盖着你是盖着那个啥，就是腰就是还不行吗？这就是个翻圈儿。说干嘛的话，人家都说刘成林就是个会两个圈儿，这两个圈儿我也做不好，我告诉大家，实际上两个圈儿是咱们的功，是吧？练好两个圈儿，说实在的。就等于你把那个全挣过来，啊，看他是哪里挺结实，啊，怎么办呢？就是一个办法，他别管怎么着，我把它起一沉，啊，我这个手上呢，我这个他上这的，我这个手上的手，这个手上外放，就行了，就可以了，啊，这都很痛快，就可以了，就是一拿一撑，坏了，啊，是吧？一定别穷，想办法就是，说为内眼圈气根丹田嘛，在里头说为几法，气一沉，这个肘上下来，一方面上下，一方面上里，但是这个手才上边开，啊，它是个翻圈，手肘啊，手肘放手，啊，一推，现在你们这个练圈都是这样。啊，一画的圈儿，看吧，坏了，怎么办？一推，看吧，就行了。啊，这就是个翻圈儿，你拿手拿了，你拿了说，这不是个翻圈吗？就是那个东西。啊，现在你们画圈儿就这个画法多，也不这个样。啊，应该怎么着？手肘放手，回来以后加大的软圈，啊。一走这个离前这样坠下肘来，手顶肘，随着身子转过去，啊，跟肩一般高了，看把松肩坠肘，这个手上面一拧，啊，肘回来了，手出去，这个翻圈的要领就是手肘放手，正圈的要领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手顶肘肘顶肩，就先抬手，抬完了我还没理这呢。到这个已经收到了这个肘外头了，我再开开，就是翻正圈，这两个腰点腰领就解决这个事儿。但是你是要配合这个腰跟腰一块同步的，有的时候摁个来了，啊，摁着了你，我先把身子，那我先把身子转过来想开手，他开不开？有的时候你摁住了，哎，是你摁的，摁住以后你看我不转身，我想开手，他开不开？怎么办呢？还是按规矩，松肩坠肘，啊，这个手，这个和这个肘怎么分开呢？肘上的手，茄子身子上的手，这个手上外放，上外放的时候，你看身子跟着转，跟着转就行，啊，为什么要转？这个手和这个腰这个劲儿就配合好了，有句俗话是吧？
这个胳膊你拧不个大腿，大腿你拧不个腰，是吧？这个腰比大腿比他这个啊手的劲大。现在他现在吃亏，他这个地方按的时候，这个肘起来了。他肘起来以后啊，我稍微一缠他，那他就撑住了。啊，应该上手在这呢，我这一缠一上那拧，啊，一下子出来了。说是这些东西啊，一定干嘛？一定把这个规律掌握好。你掌握不好，我说个不好听说，你练到猴年马月，你练不出东西来。啊，你只是把这些东西掌握了，也不一定你练多少年，也可能一年半载，你配合好了。什么叫功夫？上下相随，啊，就是功夫，是吧？因为全地上说句话，上下相随人难进。是吧？你进不来，这不有功夫了吗？是吧？有些人看怎么说吧，这是假的，实际上咱没真的，就是玩儿。就这个，你太娘了，你只是给他撑，小伙子劲挺大，你还是按那个规矩啊，松肩椎肘，松肩椎肘这个气到这里，他这个他都不收直。这个时候你看手上回手，这个手上再松，你就按这个来就行了。他现在使的劲儿不小，啊，很大。但是我想弄他，我使手我推不动了，怎么办？我这个腰下去，就下去，可以，是吧？他配合的挺好。说的咱看的，不管真的吧，假的吧，反正这个事儿是应该怎么做。说啥去？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听不懂。听懂听懂。他甭管你怎么弄呢，怎么拧呢，这个肩膀别紧，啊，这个肩膀一松，一提一吊它，一吊它就行。哦，吊它。吊它。我身子不能起。起啥呀？我吊它，我上去。这是咱那个什么东西？咱那个经。记忆度的啊，那个度的，他看着上那去，实际他这个球上下去，啊，这个推过来了，推过来以后，啊，掉这来了，推过来以后，这个就上上，这个上下，啊，就像你推吧，你弄吧，啊，可以，啊，这一转就行，是吧？他说这个话，你甭管怎么搞的，就搞吧，你也别上那追，你就这个手上一拧上的一转就行，啊。这不咱那个经济独立吗？一转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推下来，这不拖起来了？你也别去整白去啊！就在北回上拖起北回，这不是提起来吗？提起来你上来一转，这个手这不一拧，看吗？都回来就行了，就可以了啊，是吧？就可以了，你只是做出这个东西来，当然它是个综合性的。是吧？这个事儿慢慢长了，你中指还得拧劲儿，因为这个太阳它是个综合的哈，说是这个劲儿还得管起来啊。你看他使劲，他使上两个手，缺的我这个手也行，缺起来的啊，你啊，就是缺起来的，缺起来的，缺起来，你看怎么办呢？你蹬呗就不行，把这个中指，你只是将来中指拧劲拧好了，看吧，一拧啊，它就起来了，看、啊。啊，这个劲儿，别去了，是吧？有的时候，这个弄坏了，是吧？你蹬呗是不行的，这个肩膀一起就坏了，怎么办呢？还是那个话，还是松肩椎肘，这个手，你那个中指上下拧拧，就可以了，没什么事儿。再转一下，我这个手这是个单边。大家伙注意哈，这是个单边，啊，这你看你看。看到他装的好哈，装的像这个作用是起到了，怎么为什么呢？这是负担回来以后啊，他说是往外走走的是吧？看粘起来，啊，这不粘起来了吗？粘起来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拧吧，这不走吧？这不就是那个单边这不走吗？回来以后上这转，上这转，上这转，啊。就这个是吧？啊，还是那个规矩，啊，还是那个规矩。说他缺的挺大，那个劲儿缺的挺大，是吧？你拿劲儿是不行的，啊，你就是，咱们把这个中指上一拧，啊，啊，干够了，干，是吧？手肘出手就可以，啊，再加上这个腰，上这转行，上这转行，上下一打就行。
是吧？他这个他就不是水不由自，对，啥呢？他得转。配起来了，配起来了，他是个一推你的轴啊，你收进来，一收进来，你这个手啊变成会抽，你看一抽就坏，啊，怎么一手这人上来抽，这他全是吧，全是吧，啊，他全是吧，啊，啊。他扯不动了，扯到这儿了。哎，发现我那个劲儿大些，是吧？怎么练的？怎么练的？说不好听的话，就是练丹田气。啊，啊，这个手还是很软的。啊，这个是吃搁在这这里头悬的，这个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别能悬中悬。实际上这个事确实是，你撑杆画圈，使劲丹田，丹田灌过来，中指一拧，它就成这个了。是是啊，这个是一点差不多。说实在，我也不能大家，但是你们练到练不到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，是吧？大家伙说实在，你说让我给你，我只能这么给你。啊，要是个东西，我给你可以，这个东西我给不了你，拿你拿不起是你个人的事儿，这不是我的事儿，是吧？我天天说，天天做，给你做，体会。啊，我只能当个嘛，我只能当个教练，是吧？教给你怎么做，啊，成事不成事，成龙成虎，是你个人的事，好吧？嗯，好，好，好。